大批判天下没有讲颜顺欧的文章，当然颜顺欧我们引述他都要小心一点，有些文章未必适合大家在网上听。当习近平忙于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办豪华国宴的时候，美国国会和政府都没有游手好闲。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这个法案将于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作了一次历史性的翻案。当年这个法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中共亦都借此制造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长期阻挡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参与。但是当年的联合国驱逐的叫做蒋介石政权，并不是中华民国。美国现在利用这个历史原案，要将台湾推向所有的国际组织。从1971年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美国一直容忍和默许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因为中共当年摆出亲美的姿态，美国出于联中反俄的需要，有意无意地冷落了台湾。但是自从习近平反美国的国策公开化之后，美国已经认定中共是主要的敌人，之后在国际上高已经再没有给一些任何空间给中共。美中关系、美台关系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将手提升中华民国国际的地位，而不将一个中国原则放在眼里面。因为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案从来只是排除蒋介石政权，没有排除中华民国。美国外交现在有两个主轴，一个是组建新的国际同盟，一个就是扶植台湾。两个大谋略的主要对手都是中共，组织了新国际同盟的出发点是联合国已经废了中共对中小国家胁迫的收买，联合国议案投票都对中共有利，美国在联合国失去了主导权，这个要归咎于美国历届政府姑息养奸。但是来到已经成为了趋势，与其花大力气去同中共在联合国争夺，倒不如重新集结盟友，建构一个联合国 2.0 版。美国和欧盟、联合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澳洲、纽西兰这些民主强国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统一行动，现在这个新联盟已经定型，认定中共为主要的对手即是敌人，不允许中共胁迫和欺凌小国，在外交和贸易、高科技、军事方面全方位攻守同盟。这个外交主轴立足于守，立足于防范中共的对外扩张。至于扶植台湾，更加立足于攻，不断提升美台关系，帮助台湾走上国际舞台，在军事、科技和外交上视台湾为美国的盟友。台湾问题是中共的软肋，即是弱点，美国每进一步都是一支箭咁射中中共的要害。美国手上握有太多的台湾牌，今日打一支，明日发一箭，中共除了叫痛之外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美国一路出牌，一路高歌猛进，只是看中共可以忍到几时。对于中共来讲，最痛的当然就是两个中国。美国推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摆明是在国际社会推动两个中国的政治现实。一个国家，两个实体，两个中国
并非史无前例，韩国与朝鲜就是范例。美国要造成的既定事实逼中共吞下去，中共求饶是不可能的，美中关系缓解亦都不可能。所以美国朝野的判断就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同中共这样对抗下去，以台湾问题为武器，步步进逼，为中共制造更加多的难题。中共和统已经绝望，武统心中无数，美国看穿这一点就更加有恃无恐。新的国际同盟主守台湾的问题主攻，因为有新的国际同盟做后盾，美国借台湾问题的进攻更有取胜的把握，因为有台湾问题主攻，美国更进退有据，掌握外交的主动权。与美国的外交两手相映成趣的就是习近平的外交。习近平最近搞什么外交？一是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大排场，第二就是接待比尔盖茨和基辛格，第三接见布林肯羞辱他，第四是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高招待六个豆丁那么小的小国领袖。这些小动作产生了什么外交效应？几乎是没有的，水花都不起。这些只是满足了习近平的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心态，这些钱好像流水这样洗了出去，泥牛入海这样一些消息都没有，对美国来讲伤不到一些的皮毛。本来美国和欧盟、日本、韩国自己本身都有问题、有嫌隙，但凡是习近平有些外交谋略善加利用，就不至于搞到今日满目苍凉的局面。你看看美国利用中共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将中共打扮成国际政治的邪恶轴心，有效分化了欧盟和中共的关系。美国更充当中间人，化解了日韩之间的宿仇，将美日韩打造成东亚新联盟。最近南韩甚至军援乌克兰，只手伸到欧洲那里去，就是新的国际同盟的表现。习近平一再吞下美国送上门的苦果，一定消化不良，再加上国内的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好像泰山压顶，这个伟大的领袖现在来到寝食难安，做不做其实都是没什么所谓的。节目做到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IM 澳洲移民公司专注移民二十多年，为18至47岁香港人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全程学费港币150,000内，无需雅思成绩。我们为18到31岁的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有护理资格的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办理劳工定居签证，没有年期上限。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工同入籍，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想移民澳洲就快点找 Christy 啦。